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是小何。今天出来这边草坪这边散散步啊，然后呢，早上也挺多人在这边散步啊、跑步啊、溜狗啊、放风筝啊等等之类的啊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这边的环境真的是超好，有风吹过来哈。早上呢有点若隐若现。这边静静的坐会，等一下再打道回府哈。然后嘞，天气预报啊什么的，手机都收到短信，说广东那边有台风跟暴雨什么的。本来也是计划这两天回去的，先看情况吧。就怕回去的路上总是下大雨啊什么的，有点担心这些。还有就是，说。暑假期间带两个孩子回外婆家过暑假，也看到粉丝的评论跟私信，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带孩子回去，在柳州过暑假就好了。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但是我也很谢谢你们的建议。我回老家的话会觉得比较好，毕竟小孩子嘛，在哪里都能适应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我的妈妈家，也是我的家，所以我还是想带孩子回去，这也是我答应妍妍跟朱妹妹的，他们也一直期待跟我回外婆家嘛，所以到时候就会回去，
加上你们的担忧啊等等之类的，我呢说小孩嘛又不是小孩了，我也会照顾好自己，也会照顾好孩子，就请你们放心哈，不用担心太多。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尽我自己的能力去陪伴孩子，就这些吧。然后接下来九月份就到猪妹妹上一年级的时间了，过得好快，一眨眼我已经不是十几岁那个小姑娘了，从少女心变成了少妇，再到阿姨。唉，一转眼我儿子也九岁了，猪妹妹应该可以说是喊七岁了，而我呢再过几年就奔三了。唉，这十年也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过来了。唉，所以说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不一样的人生，我只想过好当下，尽量少些遗憾吧。那么小何的这个视频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哈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。在这边再溜达溜达就回家。看，享受大自然。